那个金娜，我们现在要去访视一下，就是平常你们做的其中一个工作哈。因为其实呢，这几次我到地方上来做一些访视的工作，我发现大家可能只看到你们在发放物资啊哈，各方面其实你们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哦。我们这个服务对象啊，就也是我这一两个月接到的新案，那也是毒品危害防治中心那边哦，包含社会处，对对对对。那边转接过来的，其实只要是原住民，我们援交中心基本上都会去做关心的。这段时间我还一直在跟他建立关系，是因为有时候他会说话的时候会前后不一的情况之下，我需要一些时间去厘清。对，因为事实上你们并没有不像一般的这个毒品防治的人这么专业，是可能是在发作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的情绪上面，或者是他的人格特性上面是会怎么样，你们也必须要评估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在相关知识不足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还是会去就是像我，因为他是原住民的身份，对，所以你们就必须要接手。对，我们突然发现问题，你们接到案子的时候，其实在接到案子的当中，他们并没有横向联系。然后我觉得现在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因为今天我们去访视是女性，是、可能稍微的安全一点，是万一是男性的话、其实对于你们的人身的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是遇到男性的话，我们都希望志工或者是同事陪同，陪伴，我们一直陪伴，我们会没办法一个人会担心人身安全的部分。理解，因为都是用私人的车，像我们你说我们的车子就会变成一直在物资嘛，啊、那个耗的部分就像我做十年车子的损耗很快就比较快，对所以对是就最近买了车子然后贷款了，就是因为没办法，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协会就是。好，万一没有交通车的，用摩托车的，那要怎么送物资啊？所以我们同事之间就是像我们有同事没有车就，我们就三个人就要想办法把东西载回来，是这样。你们真是辛苦。我们是来关心啊，刚好练我了，我就想说我来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哈、金兰给你很多照顾，对不对？没有家里了，所以北北收留我。北北，北北从广东来啊，来多久了？我来几年？啊？三岁过来。三岁就过来，三岁跟谁过来？跟家人过来的。爸爸妈妈讲过年，带着过年。81岁了。哦。哦，北北81岁了。那你还有小孩吗？没有，没有结婚，就你一个。对。这个家是北北的家，自己的家。看一下，这个他是他的北北在这里。哦，有没有申请原名？哦，北北不是原名身份，所以不能够。你用援交中心的那个资源帮忙弄。哦。哦，所以我们的金兰也有转向援交的那个资源来帮忙哈。房屋修缮的部分嘛。哦。这个门都坏掉了。这是你睡的，很干净嘛，你很会整理嘛。不是因为人家都给我，我给你哈，人家都会漏雨啊。因为前天都一直到下雨，下雨，所以我那天。上个礼拜的房，我就说 OK， 我会把它整理成此时候。金兰，谢谢你哎，你正在帮他写案子，然后跟一些当然慈善团体来。对了，就是要做到底啊，不然你这个做那边没做，好像要解不解，但我自己也不会过。是是，然后做到我这个门都坏掉了，对，都会漏雨了，对，省吃点用啦。好，省吃点用，好来，好。没关系，你叫我报清楚。北北是要去哪里？他自己去。哦，辛苦了，要到哪里去取证？好好，那你就小心慢慢走。好好，我们既然有帮你们申请去修缮他的房子。好好，那你慢慢走，小心慢慢走。因为我没有家里人都没有，就北北收留我，北北收留你，七八年，所以北北他是有低收的，有低收的，那在高雄工作，所以说直到认识这个北北，他就收留我。哦，你是在哪里认识北北？中间当兵的时候，那时候流浪啊。
送便当店，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可能马上就要收到执行令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对，你是从高雄的时候就会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认识朋友，坏朋友。坏朋友哈、哦，认识坏朋友，在工作的时候认识坏朋友，他就教你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讲，我觉得有哭啊。对，我从高雄回来的时候，高雄回来，所以是在花莲认识朋友的。哎，我认识我那个男朋友。哦，是认识男朋友。他打我五六年了，然后又骗北京的钱。然后他一直用那个药物来控制我。我说我不要了，然后他就没在这里了。我自己也错了，我自己承担了。好，所以他教你吃东西，然后又骗北北的钱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对，北北就知道，因为北北就在保护我。我自己也错了。对啊，那时候他利用我啊，他利用你，他把这个东西给你，然后他就用这个设计我，然后我说我不要，他就打我，连我的牙齿都没有，你看。哦，他打你，硬逼你吸，是不是？我就不要啊，他一直给你吸。他一直恐吓我，就拿刀啊来，他们就知道啊。有时候有被警察抓。有，是在这里吗？还是在外面？在后面，我男朋友害我的。哦，所以你男朋友一起两个人一起被抓，还是只有你一个？我男朋友先跑了，然后叫警察来抓我。哦，他先跑掉，然后叫警察来抓你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事情啊。哦，那什么时候被抓的呢？去年的12月，因为我全部跟我北北知道，我北北哭啊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我看错了朋友啦。是，对，那真的辛苦。很坚强啊，我们不是讲好了？会坚强。坚强就面对他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就面对他。面对他了哈，反正现在有艰难在。没有，我真的怕到了，真的怕到了，我被朋友害到这样子。因为他不像喝酒一样哎。我知道。这时候我就剩北北了，万一北北没有了，就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对。好，你先不要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第一个先让北北的身体能够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金兰有跟你讲，他会陪你面对这些事情，好不好？第三个，你要听金兰的话，好吗？不要再去碰那个东西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勇敢的面对它，多喝水，好吗？好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你了，高技术美。不会，我们台东的议员也来关心你了。对，加油。但最辛苦的是金兰呐。对，他家是拿那个蚂蚱啊，很好吃呢，我不是很好吃。你们还在秀里吗？哈。我四处跑，我四处跑。对对对，感谢你们。对，好，好，好，你要加油，好不好？会会会。你要加油。好，你要听金兰的话。好，对，今晚金兰，你看很爱你呢。那今天如果没有，如果不是金兰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你在这边，也没有机会来看你。OK， 希望你身体健康，青春美丽。大家都一样。有，你也是。好，听金兰的话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保重哈，大家加油哈。会。祝你们成功！好，好，你要保重哦。好，好，金兰姐，你再见喽。好，拜拜。好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慢走。好，你看你们的工作还要找社会资源啊，帮他们修缮家里。然后没有想到那个北北还要洗肾，对，然后又是低收入户，因为是自己的族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那个到位。哦，没问题了，暂时没问题，可以。他说愿意投。愿意结束服务 ，OK， 我们才退出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应该该放了，可是又有点那个担心，然后又很怕，所以可能我们大概2个月3个月，他可能我们又重新开案，所以我们就不会说一下子就马上会评估那个跟比较不会，所以我常常都会唱一首啊，不甘心不放手，不甘心不放，到底是因为在哪里？不放手，对，因为就觉得到底要不要结，可是我又觉得不放心，所以我就一直会 hold 住。只要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愿意做改变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就感。是。尤其你们服务对象后来变成志工，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们的很大的一个成就感。对，我们从那些我们服务的对象学到很多，对，所以其实是互相回馈的啦。所以没有说好像我帮你很多，其实他们都一直说感谢感谢。我其实这是我们
要做的工作，做的你们辛苦了，不会，继续加油。嗯，对，谢谢。